我们看到杨紫琼的表现非常好，就是她所有的演技的发挥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导演跟这个演员之间这个非常好的默契啊。因为我们真的去看过翁山书记本人啊，那让这个杨小姐来演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逼真。看到爱的力量怎么去感动更多的人，我们看到对国家对土地的爱怎么去扭转一个国家的命运。这段时间以来我看到最好看的电影啊，我不是说其他电影不好看，而是这个电影对我来讲意义很深刻，这个深刻的感觉让我们更有决心替我们自己的人民坚持，也替像缅甸这样的国家的人民来坚持，坚持我们一定要有民主，坚持我们要有一个保护人权，大家都可以有自由选择的一个国家。If you die, the boys lose their mother and your people their best defender. 一个女子的勇气，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故事改编，杨紫琼代表作，国际大导卢贝松作品。Courage, courage, 3月16，以爱之名，翁山苏姬。